Blues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elody。今天的造型中，我每一套都喜欢。第一套女团的服装，我觉得很色彩缤纷，很年轻，有活力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完美娇妻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，很女性化，因为它有一点露一点锁骨，露一点腿，我觉得是非常完美。我觉得穿上中性，你的整个感觉想要表达的一种态度就是很帅气，比较 tough 一点。除了 fashion 以外，我觉得大家可以 follow 的就是身心灵。那我自己也有 follow 一些算是时尚嘛，你们教你怎么样锻炼你的身心灵，靠一些瑜伽啊，一些呼吸啊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觉得女人在不同的阶段是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尝试，也其实可以找出你自己内心的一些声音。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，哦，整理家里或是煮饭其实是很居家，可是其实这些生活都可以变得很时髦。